者黄建华高雄报道。想知道高雄市哪里有闯红灯及测速照相吗？高雄暂停管家 LINE at 讯息超贴心。您加为好友了吗？因应春节连假，高雄市警察局高雄暂警管家 LINE at 粉丝团特制作高雄市107年固定式闯红灯及测速照相设备设置地点图，高雄市警察机关地址电话一览及交通及时路况讯息，提供更为便民的服务，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与行车安全。高雄暂警管家 LINE at 粉丝团自106年通过认证迄今，不定期传送最新诈骗手法等警政最新资讯，近期特利用 Google 地图结合闯红灯及测速照相地点资料，制作107年固定式闯红灯及测速照相设备设置地点图，提醒用路人注意行车安全。另外，使民众遇治安状况时能及时求助邻近警察机关，亦运用辖内分局派出所地点及电话资料，结合 Google 地图与导航，制作详细图资供民众查询使用。在行车路况掌握方面，提供高雄市交通及时路况最新资料，使民众能提早避开事故路段，节省宝贵时间不塞车。为鼓励市民与 LINE APP 联络人中加，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为好友将在农历过年后于高雄暂警管家好友中随机抽选出幸运者，并赠予有代表性之神秘礼物，请市民朋友们广为转传亲朋好友周知，并多加利用高雄暂警管家所提供最新警政讯息，共同创造更为安全便民的宜居城市。